手中，大城市的街道足以让我好奇心动，没有来得及想太多，未来该怎么过，我这思念的积蓄我试过再说。那是一四年艰难的春天，头顶飘过的雾，懵懂跟着绿皮车开在城里，不停地赶着路，十几个人的小单间，一起分享的早晚点，童年的喜庆和家乡的际遇，千万都不能辜负。是来自各行各业，白天体面，晚上煮面，没有警惕自己有急性子，又怎么能一步登天？只有一天去三里屯，粉丝的小梦到凌晨，不管以后在哪里，都要记得起那我去过的牛和想念的人。Sometimes I feel sorry， 没有完美的决定，安全感在哪里？是否还在哪里？抬头看见万家灯火，每个窗户各自都亮着，低头看见长长的影子，默默陪着自己在等着。也喜欢晚饭以后去附近的公园走走，走着看安静的人们散步遛狗，仿佛他们的热闹是我的。所有人一起 bounce， 聚光灯台上照着，空气都是煎熬的，那么近又那么遥远，我没有资格挑选，如果可以站在上面，从前来过不怕丢脸，看生活他喜欢送你糖果，以后让你掉进漩涡，越是倒霉越不失落，折磨你是否爱的过错，一把心事藏在歌里，分享在朋友圈里，用下手机在数温馨的午夜里，家人们总是劝我不用上贵家，手机票太贵，错过了很多重要的日子，来不及后悔。2017到2018，我依然回不到任何成绩，但至少练习是回家的路上还有我的痕迹。安全感在哪里啊？是否还在那里？这几年的心里也快没地方搁着，是该换个大房子，藏好老家的心事。Yeah。